啊，取出了前10个哈，那当然你不可能说你现在把它复制贴到 Excel 里面怎么样，然后再用资料剖析，然后再把不要栏位去掉，那不这不是要我们是希望呢，在这个 Python 里面就完成这件事，所以接下来做什么了？哎，所以啊，我现在已经把每一个都抓过来，好，但是特别注意哦，我接下来需要什么？把它剖开来。因为它读过来的话就是这样横向，横向它是横向一个文字，没有分割啊，没有分割我就取不到里面的，所以我要做什么切割，所以哦这一串东西我要做切割的话，然后切割后面加什么 split，有没有？所以其实你可以一直串下去，或者你分开写没关系啦，啊我习惯这样讲解比较清楚，就把这个东西切开来，切开来就什么 split。这可能要记一下，split，啊，它里面有什么分割符号？资料剖析帮我用逗点，哎，帮我切开来哦。啊，切开来之后的话，哦，当然最好是什么？哎，切开来之后，特别注意哦，切开来之后我要取第几个？这个切开来之后，后面其实可以直接加哦。意思是说，如果今天要第，姓名的话，所以它如果切的话，哈，特别注意哦，切开来的话。split 之后有没有？那编号0嘛，编号1，那也就是说我今天怎么样？二三不要，四，所以我要一跟四而已哦，也就这边我输入啊，其实输入一就可以了哦。切开来之后我只要取一，那把它执行给各位看啊，这样的意思是说，切开来之后呢，我只要取姓名的部分，可以执行一下，有没有？姓名就出来了。哎，那如果我还要什么呢？还要手机的部分的话，那它放在第4个位置，所以怎么样？后面你知道什么？逗点，哎，我们或者串接好了，串接一个什么？因为它本身是文，串接一个逗点好了，就是姓名逗点，好，然后后面的话呢，再加上手，啊，手机的话，实际上就是把前面这一串怎么样，再把它复制过来，然后呢，把这个。后面的这个编号改成什么？改成4就好了。那这边加个逗点，意思是说姓名逗点手机，然后就把手机号码列在这里了。OK，执行一下。OK，有没有看到？就出现了。好，应该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？啊，所以哦，特别注意哦，现在哦，我们就是啊，我刚刚就加这个了。切开来之后的第一个，有没有？那这是切开来之后的这个切开来第二个，切开来之后第五个。不过如果你哎，所以你会发现哇，程式好简单哦，就这样而已，4行哦。但是哦，其实有时候太精简哦，太长了，有时候阅读不太好阅读，所以怎么办呢？常常会这样，我们可能会这样做，就是切的话把它变成 list。刚刚 list 一对不对？我的习惯哦，再切的话变 list 二，list 二等于什么呢？哎，帮我切开之后的这一些先放这里，有没有？切开之后的这一些哦，然后这边的话呢就放什么？放 list 二就好了，有没有？原来这个是放它的前面，啊，我只是把它丢到 list 二，然后呢再把这边加一个 list 二的第二个就是一，OK。那后面这一串呢，一样嘛？这一串的话呢，哈，我们就把它改成什么？改成 list 二不就好了？OK，哎，看得懂吧？哈，啊，这样写应该会比刚刚那样写哈，来的更怎么样呢？更可阅读性高一点点啦，哦，啊，不过啦，我跟各位讲了哈，你就是习惯怎么写啦，都可以啦，OK 哈，啊，我有时候先直觉就先写，写完之后再来改。但记得哦，你要懂得那个前后的关系哦，哦，啊，说真的啊，在 Python，我觉得它可以写的方法很多种，所以哦，你看别人的书上或者 Google 到的，就是写法会很不，每个人写都不一样，但你要看得懂嘛，OK，啊，以后的话你要自己抓出一个你熟悉的写法，不要写错就好了。那我的习惯是哦，反正第一个哦，程式越短越好。但第二个可能要程式，也不能太长的话，有没有？
会跑到隔壁去右边，所以我习惯像这种会把它分两行，哦，啊分两行大家就写成这样哦 ，OK 哦，然后执行给各位看一下，哦，啊应该结果也会是一模一样的，欸，有没有一模一样？姓名跟手机，然后总共十个会员，哦，所以特别是哦，刚刚我做了哪些事情呢？我再把重点回顾一下，一我加了这个点 split， 就是资料剖析，剖完之后的话，我得到它的。一指的是第二个嘛，哈，就姓名。这个五四的话指的是第五个，因为总共五个啦，从零开始嘛。这个是手机，然后我就先剖完之后，先丢到 list 二里面去，然后从 list 二里面再帮我取出姓名，跟从 list 二里面取出手机，这样就分别把它列出来，结果就出现了。OK 哈，那以后的话哦，甚至像网络爬虫哦，它可能还要继续切，因为爬虫哈。里面网页里面可能你要的东西是在一个大的表格里面的表格，表格里面还有表格，表格还有表，还有很多细部的东西要切，所以以后的像我习惯了，第一次切就 list 一，第二次切就 list 二，下一个就 list 三、list 四，哦，所以以后如果你看到我的程式这样写，你就慢慢可以习惯。啊，这个是我自己习惯的一种写法，哈，哦，啊，没关系，你也可以想一个方法，看怎么样写哦。又简单又不容易写错，就是好方法。OK， 因为发现哇，程式哎，五行就把这个东西给搞定了。但最后你想说，老师，那我可不可以存档啊？哎，再存起来，不然哈，不然的话以后怎么样？我要看，那你就怎么样？要 print 啊，看到了，然后呢，没有。所以最好是什么？老师，我可以存一个档哦，然后呢，可以让 Excel 打开 ，Excel 打开之后 ，Excel 可以看得到。哎，可以跟 Excel 做交换，怎么做？会不会很困难？存档哦 ，OK， 待会跟各位讲，在 Python 里面存档哦也非常简单，程式只有两行，啊，真的只有两行哦，啊，很多地方跟那个第一行很像，一样要开一个档 ，F 等于 Open， 就是档名，然后后面逗点就是把 R 改成 W，W 就是 write 的意思。R 的话是 read， 有没有？哎，就是写出去，然后之后的话呢，跟他讲说你要写什么东西，他就帮你写出去了。OK 哈，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，来画面先还给各位哈，试一下。啊，待会我们再来看哈，如何把这些东西最后再把它存档起来哈。